对。你们这算做完了？没有，还没调整呢。不是，我是除了调整，这是表面处理算弄完了。这个地方还得喷一下沙。我就因为看这个实在是有点。对。你重新放掉了是吧？对。你让它翻过来之后，再在这个这种风浪再走一遍，它会不会那个啥了？会不会什么？表面印上来了。对。你说这种它表面浸上浆之后会起泡是吧？它油炸的时候会出现那个泡泡，